下面请您欣赏项目对春联，表演者张九南、高九成。转向那边，来，我把照片拍，拍完发到网上去啊！听话。
确实是情侣关系，是不是？嗯，什么？别人，别人啊，别人，哦，玩的挺开呀、啊。行，可以啊，嗯，什么样的组合都有，哎，所以来说有认识的就有不认识的。是，介绍完我呢，掌声也确实略微尴尬一些。哎，可以了。没有关系啊，介绍完我了，咱们介绍一下其他的。我，咱们介绍一下这个剧场的服务人员啊，往那边，往那边看，消防栓旁边的那个，那是人力消防栓。快点灭火！看看那边那个，看那边那个躲消防栓那个，看到了吗？你看立马紧张了，你看吧。介绍他，介绍什么？剧场经理，不是什么好人。那边什么呀？不用你介绍，那经理自己笑的是。介绍我怎么了？服了我，说你什么？名字怎么着？名字丢了？什么叫丢了呀？你的名怎么就丢了呀？介绍啊，要跟我介绍啊？这是你的责任义务啊！我的责任，我是你爸呀！我介绍你，是我儿子。废话，凭什么我叫你名字呀？什么叫我的责任？我是一个相声演员，我是一个逗哏工作者，我的责任和义务是逗大伙笑。我的责任也不是在台上讲没有用的东西，耽误时间，知道吗？开始了，这有名字怎么谁没名字？今天这个剧场满起码有300位，谁没名字？头排这几个德云社仙女，咱们说说，哪个姑娘没名字？这都老来听九男的相声，是不是最爱九男？对吗？对。看他衣服上化妆雷了，咱说实话。相声演员四八课说学
唱。哎，你说没注意学当先。对，听我们师傅的话，相声演员到最后拼的是什么？什么呢？拼的是文化。哎，对不对？演员到最后你得多知多懂，哎，才能说出来，补充能量啊。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懂，光会背那几个段子，谁都能背下来。那可不嘛，谁都能在台上说，对了，你就比别人值钱呀。就是，有文化，有内涵，有知识。哎，这一点我做的就不错，确实不错。嗯，但是我们哥俩呢，文化方面都不错。有些小的区别是在哪儿呢？你也行，我师哥强在哪儿啊？嗯，强在这个数学方面。我，哎呀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算数好，这也属于文化课呀。对，对不对？我是文学方面比较好。嗯，从小你看，比方说文学方面四个字，诗词歌赋，这咱就擅长。可这可是文人过去的干的事。那可，比方说这诗，哦，我最喜欢诗。哦，哎呀，我最喜欢诗。是诗，首先说分很多的诗体。对，分很多的诗体，你懂吗？你是个法医啊。法医，你还取名了？我就问你，你考羊，你考羊，你考羊，好像跑发了。你考羊，我就问你，你是什么叫受那个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什么叫法医呀？你说什么？刚才说尸体呀？尸体对呀。尸体跟法医什么关系？尸体不就是那个死了那个吗？不是。死人的身体呀，尸的载体，载体能懂吗？比方说这个藏头尸，啊，说一说，就是把脑袋剁了藏起来了。藏头，哎呀，这尸好，甭管几行，每行头一个字连起来，这是一句话，藏头尸。哦，藏在头上了，明白了吗？暗藏暗表，我知道这种诗。我们那个小师弟，小师弟叫樊敲汤，对，樊。樊敲堂，刚才就跟我说，嗯，哥，他那样特别腼腆，哥，我看上一女孩，这叫腼腆，这叫猥琐，还没说嘛，不是猥琐，这哥我看上一女孩，这叫猥琐，那叫龌龊，不是龌龊，哥开一点，什么他都能表演，知道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哥我看上一女孩，想追求这个女孩，哦，不知道怎么说，我想委婉一些，哎呀，你说。大伙儿都管叫樊甜甜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比较害羞，比较内敛、含蓄。嗯，我打算给他写一首藏头诗。嗯，藏头诗，藏什么呀，孩子？跟哥说藏什么头，对不对？那个藏头诗写什么话？这女孩啊，姓武，武术的武，叫婷婷。哦，说六个字，我婷婷，我爱你。就这么一句话，你不敢说，能不能有问？没问题，兄弟，哥当时藏头诗我来。哦，当时提笔，颜德龙我欠毛了笔。还用毛笔写？那可不呗。文藏头诗啊，对不对？从那边往这边写啊，藏头诗，武婷婷我爱你，各位看咱这能耐啊，武婷婷我爱你，准备啊，武婷婷我爱你啊，武大郎，停下，停下，我要买烧饼，哎，好嘞，你要买几个？我说一天，你不对一地。对了，那我说盐呢？盐对醋。
盐对醋，打错了，盐对酱不对，盐对酱不行。各位，盐什么味儿？甜的。甜的。还问他谁说甜的？谁说你太喜欢番茄糖了？你甜的。盐咸的，酱什么味儿？甜的。俩咸哥们齁死你啊！但是醋是酸的，有盐有醋有咸有酸，五味调和，盐对醋。哦，这么难度对了。啊，那我说好。好对。不好。还不对人家呢。好对，嗨，我他直把我的说的词提前说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对歹。好对歹。对了。哦、好歹咸鱼，这是成语。好又对坏，那没意思。还真是。嗯。我上联是是。是对炮。炮，这个金奖奖，你看啊，是必须得对炮。他知识，他叫魔炮，他要跳马，他就出去把这五个祖马一排往前一推，炸！这都快了，这是。金榜大哥啊，一看就第一次听到。你说我这几个字连起来是一副对子上联，我是三，上天言的好事，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，对不对？这叫造文对，什么叫造文对？过去啊。回宫降吉祥，我说上回宫，我说上那个字儿对的下下下，我说你得对他下，天地人和好是啊，上天年好事，我回宫降吉祥，没对上他就下地方，快下地做点炮，下地做点炮，没对上，赖谁？好好说话，把嘴那把子套出来。赖谁？怨是不是？怨谁？怨你？怨你？怨得着我吗？我必须怨得着你。因为什么？咱俩在这儿玩什么？你说得出来吗？你看。自己的普通话，你是个机器人啊！我有感情的都给你。我就问你，咱俩说说，咱俩在这玩什么呢？玩对对，玩对对的呢。对，你还知道对对的？咱不是打灯谜，咱不是猜谜，咱不是破闷儿。你说，你要、啊、你说一上字。我给你对回的，我疯了，那工整吗？那个，那工整吗？那个，没对上，你说上我可不对上吗？你天我可不地吗？你分着说上天要是，那我可不分着地上地出彩炮吗？要我没一块说，你说整句的，那我给你说一整句的，你整句你上天要是，我肯定下地出彩，回宫降吉祥，是不是？对啊对啊，说整句儿，行，我给你说整句儿，听着啊，整句儿的，听那个，说吧，烟锁池塘柳，别着急，什么意思？你刚才说那几个字，你说我这烟锁池塘柳什么意思？我不太懂啊。这个就说这个一个池塘上边啊有起了很多的雾，哦，就是烟似的，意境很美。对，那这上边没觉得有什么难度啊？你仔细看呢，啊、这几个字的字边是金木水火土，烟是火字边，金锁是哦，金木都有。嗯，难就难在这儿。对吧？那我这下联也得有金木水火土五个字边。你行啊，肯定得对工整啊。我听听，对联讲究就是工整。上联您再来一遍，烟锁池塘柳。下联我给你对，哎、深圳铁板烧。板城烧锅酒，火锅涮培根。闭嘴，我是闭嘴，我又是我不怎么样，炭锅什么玩意儿？你这是，我让你做广告来了。你饿了是怎么着？我是美团，这不工整是吗？嗯，听这个，会吗？会，听好了。听听，炮震海城楼。好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想解释。这么有文化的对子，居然连一点掌声都没有。这是元代一个文人写的，每个字都有金木水火土的字边，下联是要来对的，炮震海城楼分别也是金木水火土，怎么样？好好好，这小子更玩心眼儿，太简单了，知道我这上联太
哎，你还给我来那个？太简单了。简单。哎，我这还有难的呢。什么叫难的？听这个啊。来啊，别浪，猥琐发育。扎死你！扎死！扎死！拉进去！我扎两回死你！我给你打一反甲，知道吗？不是，我再反甲，我再反甲。什么意思？这是上联吗？这不王者荣耀吗？那不啊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就拿这当上联。这就上联。上联再说一遍。别浪，猥琐发育。下联稳住，我们能赢。送你个横批：全军出击。这也能过来吗？太简单了。我这还有一绝对了。什么叫绝对？光有上联，从来没有下联。不可能，有上联就有下联，绝对没有。说吧，右脚脚趾指骨骨折。指骨骨折，听下联，我给你对山东。